享受美食成了许多人纾解压力最有效的方式，而精致饮食文化的代表日本料理更成了很多人的最爱。香港大阪日本料理以复古的传统日式餐厅装潢，让客人们在吃饭的同时能更贴近日本道地的文化。不仅如此，每年到了春天及夏天时，许多饕客都会特地来此品尝沙甸鱼刺身。师傅以精湛的刀工将甘甜不油腻且口感极佳的生鱼片呈现在你眼前，一口吃下去那种满足感真的是值回票价啊。